看大赛直播，来围棋 TV。 大家好，欢迎来到围棋 TV， 我是王祥元。大家好。对，今天很高兴呢和王洋六段一起来给大家做解说。嗯，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讲解这个围甲联赛的对局。嗯，今天是要讲陈阳叶对李世石这一盘先啊，我们其实总共是要讲两盘。对对。嗯，稍后还会有一盘。对，其实还是按照惯例，就是轮换的进行。对，我们先就是选择先讲这一盘嘛，因为这盘下的相对来说慢一点。嗯，好的。嗯，最近小森哥有什么关注的事情吗？最近肯定大家关注的事情都差不多吧，我觉得除了关注围棋比赛之外，那剩下的应该都是关注世界杯吧，我觉得。世界杯。嗯。今天早上凌晨的看了吗？啊，没有看，因为不要来 TV 讲棋嘛，啊、所以对，讲足精神。是。其实世界杯怎么说呢？你喜欢哪支球队？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的球队，世界杯啊，但是因为我和古力一起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比利时本来是觉得有成为黑马的潜质，所以我们俩都比较支持比利时队。现在比利时被淘汰了的话，剩下的四支球队，那谁夺冠，我觉得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嗯，我挺喜欢德国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德国队帅哥比较多。也不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厄齐尔。啊，我觉得他挺有特点的。反正德国队，那你昨天应该很高兴啊。对，我挺嗨，本来我今天想穿一件德国队的球衣的。最后还是穿围棋 TV 的算了。我们还是来到 TV 了吗？嗯。行，那我们就先开始看一下这盘棋。好的。嗯。嗯，陈阳叶的黑棋。嗯，对。嗯，就是陈耀烨和李世石这两个人的棋风也算是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棋风吧，我觉得是。对，而且我说老实话，我一直不知道李世石应该怎么样形容他。啊，李世石归根结底他还是属于力量型棋手啊。嗯，当然他可能跟有些跟石月啊跟古力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他归根结底他还是中盘力量还是他最强的地方。是啊，我觉得好像挺难琢磨的，他这个风格就是有的地方感觉好像挺意外的，他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之类的，就想不到。基本上来说，就是以我跟他下棋的感觉来说，就是他下了很多棋就是想的都跟我是不一样的。跟他下棋很难猜到他的下一手在哪。对对对对，像现在这个棋陈阳叶是变招了。他是尖冲。对，没有，陈阳叶从这步棋开始就没有走了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哦，对，回来了一路。对，可能他觉得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不仅是中国棋手，韩国棋手也很有研究，他可能想换一换吧。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布局下太多下烦了。对，有点变化。嗯嗯，白棋分头，黑棋是尖冲。对，尖冲这个变化好像我觉得是不是有一阵子挺流行的，现在已经不怎么，至少最近一段时间是真的不没见过。嗯，对对对，现在我觉得据我所知比较喜欢下这个布局的就是我们这个 TV 网的这个第一男主播梦梦。啊，对对，他非常喜欢下这个布局。那他对这个挺有研究的。对。走完了就一跳。但是一般梦梦是比较喜欢长的，就一般长的人比较多一点。对对。然后接下来白棋啊，对，扳住，嗯，然后白棋拐或者拆二的都有。哦，还可以拐一个。对，拐一个的话，黑棋如果是大飞这边，那白棋就加一个。哦，那黑棋如果立，白棋断，这样的话黑棋因为这两个要被争死，所以黑棋很无奈，只能在这打一下。就这样这个作战的话，对黑棋来说是比较难一点的。哦，这样子。对，因为虽然他是把白棋分成两块，但是因为他本身自己中央这个棋筋棋很紧，白棋要就是处理这两块比较容易，那黑棋有可能就会面临这下面实际的损失，所以一般来说黑棋大概是粘上。哦，加的时候粘上了，拐过来。对，应该是这样。这然后呢？顶了扳。这个现在也不太容易下成，好像下这么下的人少了，我觉得。嗯，
大概是觉得被白旗在这先手打活了，还是不太舒服。哦，这样子是白棋满意吗？黑棋看起来这个视野挺竖的墙也挺高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黑棋满意，虽然我没有仔细判断过，因为我觉得现在那个啊，应该是白棋满意啊。我是说，因为现在黑棋这么下的人变少了嘛，肯定是觉得不满意哦，但是白棋不拐这个拆二的也挺多的。啊。也有白棋也有不拐的，看啊。然后黑棋立一个，白棋飞起来，也有这么下的。然后黑棋小飞或者大飞。这样子，这样反正就是算是一个过气的布局吧。不是现在最流行的，对对，但至于谁好谁坏，其实可能也没那么明显。对，要下才知道，对对，就是突然间实战解就不流决，行。结果这个跳也是有的，但是还比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点。对，而且我也没见陈阳也下过这个布局。对，好像是没下过。挖粘，断，这个断，反正我也是没见过，就这个布局我是见过，但这个断我以前没见过这棋不断，那白棋走什么呢？一般是单拆二我觉得，然后黑棋粘上，然后白棋先在这边断，我觉得是这么下的多一点好像。那这样子跟刚才黑棋那个立到二路的那个变化，就是退了搬这样子的话，黑的不是厚了吗？但是差一手棋啊，你看黑棋哦，先手，黑棋抢到这个对，小黑飞的了，有一手，对啊，那你可不是厚了吗？你又多发了一 手白棋棋，反正在那个地方飞了一个，对对对，对。所以，但他这个断，因为以前有以前就是说，就是觉得大家这么觉得，这样断出来，白棋不是特别有利这个对地呀，方，这白对，棋现在这个作战因为对。似乎勉强吧。就是最早下这个尖冲跳的时候有这么下的，但是觉得这样白棋跑两块，跟刚才我们那个加了断出来跑两块那大不一样。就是白棋的形状，还有黑棋的气，黑就是怎么看都是黑棋比刚才有利太多了。对，这个白棋没什么借用的地方。对对对，然后黑棋这个角已经先护住了。我觉得这样子摆的应但该李世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断完之后他是不长的。对，他就是只是比被你单粘上要，他觉得有他借用就这是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嘛。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还是觉得这断一下好像还是损了，就被蒸死了。对，还是宁愿这个粘上可能好一点。但是李世石他肯定觉得断了一下之后，这个借用会多一点，对，这是他独到的一个因为判断他觉得这个嘛。肯定可以用得上，好像断了那一下。所以实际上他还是要回到这个叉二，只不过呢，他是觉得，他认为断一下是比被黑棋粘上是好对，的。他觉得有借用嘛，就是，挺特别的。然后，震，对，震了一个。他就要借用了嘛，我不走就要跑出来了。这个是正常分寸然后黑棋这个也是本手护控，同时正好也护住榛子。然后那白棋应该就会在脚上试一对，下这个了是吧？这个脚步拖三三是这个，就是这个迷你中国流之后，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个拖三三对，我就想是要求要一点点便宜这样。不过松哥，我有一个问题啊，这白棋能不能先拖呢？我不交换这两个，先拖呢？先拖那黑棋一定是搬这个，对，那我再真的如果求一个小调子，能不求一能个走到？小调子的话，我觉得它肯定是不能让你走到，因为你现在这个榛子。看似是能跑出来，但其实跑出来不一定能活得了。你把我推死哎，啦！对对对，你有这个风险，因为你先拖这个黑的没得选择，对，黑的一定是，如果是搬这个的话，那我就要活那了。白棋直接就练出了，对对对，所以说这是没有选择的，黑棋只能搬这个。那你再震呢？那很显然我也不可能再飞回去了，我肯定是飞这边。所以说他一定是考虑过的，我觉得李世石。如就果这是个下，两者不能兼得，你对如果先得了阵呢，你就拖不到了。对，所以他先阵，实战然后再拖，那这样那肯定黑黑棋是棋要对应搬的也在是搬下下头面，对，白棋搬一下。那白棋其实它这地方就不是说要求活之类的，只是想借用哎，对，嘛，如果这地方不应该按理道理来说，黑棋是不能让白棋做活。对对如对。果做活的话，那黑棋这个棋布局一下就走坏了啊。这边还插着一手棋呢，然后这边这个地方这个角如果还不能护住的话，那黑棋不是什么也没下到吗？对，接下来黑棋这地方可以虎，也可以退。
哦，两种选择。对，可能他觉得退，他可能认为这个用处不大，就是让这个头变硬了。他觉得白棋没有机会下到这个连单。没有机会，就是总之你不管走什么，我总是要走到那儿的。对，嗯，所以他虎的时候，他觉得他是点，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头是软的，没关系。嗯，要退在这儿呢，这上头味道好好一点。对对对，这里有区别。嗯，走完虎了之后，白棋没有了，白棋转身了，他从这边走。嗯，这个是一个正确，就是这算是一个连贯吗？对对，连贯的一个思路。嗯，这地方就先留下了一些残留的味道。嗯嗯嗯嗯，他先不动。对，然后黑棋就跳出来。对，跳，他在靠段。嗯，这地方应该怎么借用呢？嗯，反正这个靠也是不是第一感的下法，我觉得正常来说一般还是靠。对呀，啊，靠在这边。嗯，对，然后黑棋搬。嗯，然后白棋断，这是一个。对啊，这不是局部手，就是常用手段吗？对，常用手段。嗯。但我也不知道，他是对这个不满意吗？他是觉得这个不够好呢，还是觉得这个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现在是不知道。嗯，对。我们摆摆看，如果黑棋吃，那这么粗粗一看，他是有什么担心？他如果吃，那他肯定是怕黑棋打这个。啊，可是黑棋打在这儿，白棋不是清的吗？打这个棋啊，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看实战你就知道。这样的话，嗯，白棋确实不如实战。如果是像这样的话，嗯，那就是这个棋，啊。但是他好像是有可能可以冲进来，但这样的话，黑棋只能吃这个了。嗯，我就嗯转了，然后白棋过来，黑棋贴上。嗯，也许他是对这个图不是太满意，我觉得。嗯，然后这个子还正好还引着针，还作用挺大的。嗯。这个图呢，他是肯定不满意，因为一会儿我们看了实战就知道。嗯，啊，这个图他是肯定不满意。这样子啊？那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图如果他肯定不满意的话，他只能是选择这个。嗯，那这个的话，那黑棋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样子的话，打了一虎的话，被你借用到了，对对，嗯，已经不是啊，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就要出棋了啊。这样子对。或者直接拐这个，应该是都直接活了。我觉得对，这里面还有个。嗯，所以说黑棋是肯定是吃这个了。嗯，就像这样，就是不知道是这个图。我当然我不知道李世石有没有想那么远，也许他根本就可能他的脑子里也许这个棋他就是要靠这儿啊。对，他也许觉得这边有借用嘛。对，也许他走了这三个之后，他的思路就是一定是在这儿。嗯嗯，这个他们实战挺有意思，靠一段。嗯，吃，那接下来这个是恰吃的，对，对呀，啊，因为他这个吃，他显然他显然担心别人粘上，嗯，这样他实力很损，而且这个里头几乎已经没借用了，哦，啊，就没棋了，反正，嗯，他这个恰吃也是他这个靠段一个连贯的一个手段，嗯，还是为什么说这个他实战他就不满，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同样黑棋还是选择了第一时间拆棋啊，这个。其实我 那我们这么看，就是如果是下刚刚那个靠段的话，嗯，黑棋是这么开解啊，就是开赢了的话，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嗯，对于黑棋来说是一样的，对对 对。但是白棋开赢的时候呢，白棋现在粘在这儿，那黑棋这个子放在这儿，显然要比放在这儿有用啊，对，这个完全没有用，嗯，对对，嗯，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有小区别，嗯，有点小区别，所以为什么李世石选择了这个图，嗯，他就觉得刚才那个图如果同样是打劫的话就不如这个，嗯，但这个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黑棋其实本身是没有必要马上开劫的，对啊，我就是看不懂这一个，这有必要吗？打赢无非就是把这个提了，但他肯定是觉得他不会是被劫，他非常难受，对，我就再不硬嘛，他再不硬他觉得这个劫开上来他有点重啊，嗯，黑的哈，对，但他如果觉得硬呢，这被新手提到一下太不肯了啊，嗯！白棋顿时这形状就厚了，等于。嗯，那是。然后上面一会儿再被你怎么说一下，嗯，对对，再飞两下，飞了长一下，这等于白棋突然间变一后势。对，嗯，我这个不能接受。我觉得他肯定是觉得这个被提不舒服。嗯，嗯，还是他对下接下来的手段也比较迷茫了，就是他不开这个劫，对他也不知道不知道下什么。对对对对对。嗯。而且他也许也认为这个劫残，他的劫残还可以，挺有力的。他靠。他一靠。嗯。这个肯定是结了，嗯，这个是一定要硬的，对。实际上我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松哥，我有个问题，嗯，就是我觉得好像双方都挺轻的，嗯，这个结，就是黑棋在外面如果连走两个的话，这个被粘上也就被粘上了呗，很严重吗？这个结应该怎么看待啊？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黑棋重一点的啊。嗯嗯嗯，对。
白旗其实被提了也还好嘛，对对，这个也还很轻。白旗被提了还好，因为就很轻。黑旗被粘上之后，主要是因为重在什么地方？黑旗重是重在白旗这块一旦厚了，白旗一扎钉之后，黑旗这个太薄了啊。这个将来会有大量的单关需要下。对啊，这块就成负担了。本身这个局部呢，黑棋也重不到哪去，因为走完之后，这个里头看起来还是没什么棋的。对，啊，给你一个打拔而已，嗯，哈。嗯。对，那他走完这个之后，白棋找了一个点的劫材，这个就没有。对。然后提。嗯。这个也是非赢不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白棋这个棋很轻。对。对，这个棋提。白棋提。对，黑棋点了一个。黑棋就要点这个，黑棋因为他也没有太好的解，这对他如果加的话，这个白棋一长马上就问你了，对你现在不能去集结呀，集结人家把你冲过来了，对啊，对。然后呢，你这硬也不好硬，你如果粘上，啊，那打赢劫你是便宜了，但一旦这个劫打输的话，对呀，啊，这把点三三损了，对，损了一手棋了，这地方快啊，嗯，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劫，黑棋不能轻易再找了。那全盘那也就这地方有劫了，也就这地方是，嗯，然后呢白棋也就把这个劫给消掉了，白棋挡下来，嗯，挡下来白棋果然是盯着这个，嗯，这个太大了，对，是这个就是打完劫之后这个扎钉的价值就比平常要大了很多啊，嗯，因为扎钉黑棋这个棋跑自己跑起来都已经没什么情绪了，我感觉，对啊，这要走全是单关啊，全是单关的，嗯，走完这个黑棋自己把这个逆收了，啊，把这逆收了。这个呢他也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间接照顾这块棋，他觉得这个粘上之后，嗯，白棋这块棋相对来说就薄了，那将来这块棋的活动，嗯，在这个地方就是让你不能对我太狠是吧，对，万一将来这个地方啊有可能还能长出来，对，就是如果跟死活有关说不定还能先手，就是说大大的削弱了这块白棋，因为如果这个地方被白棋先手打拔掉的话，那白棋就没有后顾之忧啊，对，白棋就彻底的活干净了，嗯，也特别特别厚，这个地方就，嗯，本身这逆收也很大，目数也很大，嗯，没错，所以哎，他现在把这个粘上也是有点道理的，白棋没在局部走了，嗯，棋走这个，白棋的这个地方就是黑棋也不走，白棋也不去吃它，嗯，啊，嗯，不过看看那边的话，其实黑棋也挺欣慰的呀。嗯，但是我的第一感觉，这个劫黑棋还是亏了，我觉得。啊，没赚啊。嗯，这还是亏了，嗯。将来白棋这是不是还能活？他这个。还在这儿地方，嗯，如果就是急了的话，搬了力是。混个打劫。对，就是如果这个断之后，这边能跑出去的话，嗯，是不太好杀的啊，嗯。局部是个打劫，搬的话黑棋粘上黑棋点这个，嗯。对对，有一个这个手段，嗯，因为总的来说我觉得黑棋这个得到的不是特别的多，即使这四个子死干净，嗯，它也只是一些干木，因为黑棋这个地方本身很厚很厚，对，嗯，而且这还被点了一下，对对对，这被点一下，嗯，心情很不好，对，嗯嗯，然后呢白棋因为这个劫打赢呢，导致黑的这三个子基本上都废掉了，嗯，已经不说已经半死半残废了，啊，嗯，60%，最关键是黑棋为了照顾那边呢又下了一个，这个其实这个在布局阶段来说还是有点小，嗯，啊，对，不管你再有关系到什么眼位也好啊，还有这个目数也好，总的来说还是小小一点，啊，是，嗯，所以这个是因为是个劫打输了被迫下的这个，嗯，所以我认为这个总的来看黑棋应该是不满意的，啊，嗯，他可能还是被李世石这个搞得有点不知所措，嗯，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开劫可能还是还是有一点成算稍微欠一点，对对，嗯，考虑的不够周详吧，嗯，啊，然后扎钉，嗯，所以这边他得强硬一点，强硬，我觉得，嗯，确实跳一个，然后走这个，嗯，这个应该是一个棋形的一个感觉吧，啊，觉得这个好像都要连，又似乎都连不上那种，对，就是象征性的先跑一下，啊，嗯。然后呢又让因为我不能走这种啊，这种的话被黑棋靠出来，嗯，那你如果只是为了跑这个那个子都送死的话代价太大，嗯，所以这个棋形一定是在这儿，嗯，啊，这个这黑棋也挺迷茫的，应该从哪个地方出击啊，黑棋这个棋，嗯，它实际上是靠了一个，嗯，好像我有见过，我好像在联赛里面也见过有那种下法，
但他是靠了联班的这个没见过，对，他靠了单退不可能。他不知道能不能先靠这边，先靠这边，那我肯定要搬了。嗯，然后再来尝。那我应该也不能不要吧，还是要粘。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好像就跑的有点重了，我觉得。我中了吗？对，你只能打吧。我打，嗯，我虎那个不是先手。对啊，但是你虎这个就把这个车给卖死了。对，我也有。对，你也有赚。对，我有。嗯、我推一个。嗯，他用了这个，哎，推一个倒是推的我很慢。我是冲这个。你还是对？你看你使出哪一个？可能是要双吧，嗯。这样我就粘嘛，我接下来是不是便宜你，或者？这样的话，你我这个尖你会不会两边已经不好兼顾？嗯，你脚上就蹭着了。对，脚上我肯定蹭着了。你要把我，你想吃我这金龟脚，那太难了啊！嗯，我这边要跳加，然后这边要大飞下来。嗯，就是我如果白棋直接跟你作战，我子比较少嘛，你周围都挺厚的，我是有可能勉强啊。对，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他现在应该是希望白棋跑这两个子，我觉得是这样。嗯，对，他反正把那个走重应该是重点哈。对，他应该是希望白棋跑这两个子之后，我能最好能把上面给你吃一点出来，嗯、因为这边显得更广一些。嗯。因为如果你现在单纯只是吃这两个子，这边白棋太广了，加上这边啊、嗯。对，那如果这样子会不会走得到啊？就是你刚才那个，就是白棋有什么能够腾挪的手段吗？你好像也就是虎一个吧，你也如果弃子的话，或者尝一个，但是你或者先尝一个这种棋，我就走这个。嗯、松哥，你怎么办呢？我搬。就是你下面还要要求要打结活是吧？我不打结活，我一断呢。啊，你这地方要搬了断。我是不是就转出来了？啊、嗯，对，这地方很讨厌，走不到。嗯，它是借用还挺多的。就说白棋这形状还算是，对，我拉着跨着，反正也都连了。对对对。嗯，这样。那他靠这个等于就不成立，这样他如果冲不过来，肯定不成立了、嗯、啊。对。所以他所以他实战就想下也只好是选择了那边哈，嗯。他实战是靠这个白棋搬。他是没退，对他对他退的话，我觉得他一定是担心白棋压住。啊、哦，白哎，那我搬的话搬就连搬去了。对，搬黑红白就连搬，哦、这样他一可以吃掉这个子，但是吃的很局促。对对对、嗯，我这个不舒服。对，如果你是断的话，然后我就但是我就尝。你这地方有对你这地方你这块挤一个先手对。基本上已经活了这个尖先手之后，在我而且我这个班虎可能也是先手，对 对, 对，嗯，这样的话基本上这样黑棋占不到什么东西了，对，白的因为这个挤先黑的这个形状很难受，嗯，等于白的子儿全都在形上，嗯，所以他这个退他大概是怕被贴住，所以他没办法，嗯，那就是他也实在是有点无奈这个地方的选择。吃了，然后，嗯，他也是吃，吃，这样的话，白棋这个里头是依然还是有一些棋的。嗯，对，这个局面好像是形成一个，我发现李世石的棋经常会容易像这样，就是先死一堆子。啊，对 对, 对。要不然为什么大家叫僵尸？僵尸流啊、嗯，精髓就在这儿。对对嗯，总是选这。就他死的棋其实都是死而不僵啊、嗯、过一会儿搞不好又给折腾活了。对，不但他虽然都是死吧，但有时候还是情况还是不同的，像这一盘的话我觉得他死的还是比较主动的。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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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有的时候布局经常就感觉有的时候是因为过于僵硬了、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嗯、对对对对，不同不同，是被动棋子，他这盘他是主动棋子，所以我觉得他局面来说这盘还是不错的。嗯，将来这个基本上就大劫是吧，翻了一笔。对，这个劫应该没法强杀吧，这个劫黑棋其实很痛苦这地方。嗯，黑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一点，会不会能加在这儿是不是好一点，这也是打劫吗？因为你如果打这个劫的话，我觉得这个棋黑的基本上快跟进活差不多了，因为我这一冲吃我这本身劫太多了。
对啊，冲完了这个，冲完了再断，嗯，那边又一串，对，然后你打过再一长，对、啊，然后这种一路拐，对，一路拐都是糊一糊，这嗯，本身叠太多了，对对对。嗯，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有加这个？但加这个呢，本身先损木，这有点很痛苦。啊，加完了再往里跳是吗？对对，加这个也是个局部手筋吧，我觉得算是，然后再跳这个，这还挺妙的。然后再挡这个，嗯，再挡。这个是特殊场合，因为白棋拐吃这个，你要确保白棋这边没眼的情况下，你才能这么想。嗯嗯，但是我这嗯冲冲没事儿，嗯，还没事儿。冲你走哪个？冲好像只能团住吧？啊、哦，那哎，那我这有先生，对啊，我一断是个眼吧？啊，那冲往回，哎，你就往回吃。那往回这个代价就太大了。嗯，对，这劫越打越重。啊，就挡的瞬间，你先冲一下。看看。啊，你不，你先扑一下，对你先冲，有可能被我。啊，对，被你粘。有可能被我粘死。对，我找劫，我冲一个找劫。冲一个找劫。黑的挺难受的，黑的挺难受的，嗯，不好弄，那不行，那就这个打劫还很严厉了，我觉得，如果你只能这样的话，嗯，我本身念这么多的话，对，就大部分情况下我都已经基本上一般了，一般我就基本上快活了，对，嗯、就差不多了，嗯，那这黑这边走了半天也没走到多少目啊，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这盘棋，同样是弃子，同样是僵尸流，但是这个僵尸流还比较成功这次。嗯嗯，对，正好被李世石展现了。走完之后，嗯，他也是保留没有拐吃哈、啊。这个第一杆把这打掉呗。对，确实，既然他下面如果都是利用这个的话，这个为什么不肯打掉？嗯，他就上啊、嗯，就是莫非他是想保留活这块？不过松哥，你搬了立，黑棋有没有可能硬搬啊？哦，我这边还有冲。就如果他把这个提掉的话，哎，对，他也有可能他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嗯，这样子的话，搬到这边杀，粘，然后尖尖点进来。对，这样的话，我一边只有半个眼。对啊，你这边冲完了，就主要这里你冲我挡上，没有棋了。对，这个还是有关系的。看来李世石想的也很深远啊。他肯定是担心这个、嗯、不，这个是他必须要照顾到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条没骑着呢、嗯、差别太大。嗯，因为好像他现在想活这块好像是不太容易，他如果尖尖了搬是的，那是我好像感觉我尖在这儿就对，这应该就活不了，局部好像就是一个静死关键，嗯，没有借用，对，所以说他只能是还是利用、这个、只能留这个手段。 嗯， 嗯，所以他可能是看到这个，这样的话，这一冲吃就差多了，这味道。嗯，这个肯定杀不掉了，还有跑呢。我再看刚才那个的话，嗯，啊，刚才那个还真是要死，就如果打掉了，就这里有个提的话，嗯，好像没什么借用。对，啊，这侯先生他给挤住。这还是挡不下去。嗯，挡给你挡到其实也没关系啊，我就算粘住，就假如说你都成立的话、嗯、我再加完，哦，加你可以走这个，加你后来我提示先生、哦、对对对，嗯，那还是要硬撑、嗯、对，硬撑上你要撑这个，对、啊、对，差一点点，对，所以他这个不拐打是有道理，对、嗯、还是不能打。不过这样就算给黑棋他实战那样贴也没关系嘛哈。白棋现在是小飞了，然后黑棋贴，对，这黑棋还在这个地方下呢，刚才就说他这个提是先手了，那这个方向有没有帮白棋下的嫌疑啊？就是接下来就是他有面临一个选点的问题了嘛。嗯，他这个加他到底是这个因为这个棋呢是只能说是对这块棋有用，但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先手或者什么呀。嗯嗯嗯，所以说对他这个作战
也不见得会有帮助。就作战起来的话，你这个棋照不照顾到这个，有可能就不关键了都啊。嗯。所以这个棋现在下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吧，我觉得。哦，这样子他也就不能再走了。对对对。就是如果说这种搬，就是我刚才想说这种搬，就肯定是帮忙。啊、嗯，对，你如果搬白棋长，嗯，那你这个还是这个问题。对，我还没解决。我这地方还是有棋，嗯，让白棋很高兴把这空围上。是。所以下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们这盘棋可以先告一段落，我觉得差不多。好，看看接下来就是得替黑棋想想办法嘛。嗯。黑棋接下来在哪个地方寻找头绪哈？嗯，不过这个局面下到这样的话，还是从棋还是比较符合他们俩的一个棋风，我觉得。嗯。就是陈小月这个获取了大量的实力，他酷爱的实力啊、嗯，是，对，其实从他的选择就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地方都要沾上，对对对，嗯，这个，但当然我的感觉是，整个来说黑棋布局是不成功的，嗯，好像白棋掉这个地方吃了，就是说从子效上来看不是很高啊，嗯，而且而白棋这边的子好像效率好像挺充分的，对对对，行，那我们就是一会儿来换另外一盘。对对对，我们也稍微休息上几分钟，一会儿，嗯、直接给大家看那个谭笑对崔哲翰的。对对对。好的，那么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嗯，欢迎回来。嗯，那么我们继续刚才之前的棋局。嗯，在讲棋之前，那个松哥有一些棋友对于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热的这个问题还比较多，那么我们就给他们回答一下吧。你说松哥的足球踢得很好，请问一般是在棋手一起踢的时候踢什么位置呢？啊，我们这个首先我这个说到了他的夸奖，我也有点惭愧。没有吧，我一直觉得你的足球确实可以啊。我们围棋队是这样的，我们围棋队是会分成红白两支队伍啊、嗯嗯、那个然后呢红队的队长呢是我们的一个领导，是我们大哥、啊、大哥、足球的队长啊、嗯、王毅。然后呢白队的队长呢就是著名的古力，大家其实也知道、啊、古力前两天刚上了豪门盛宴。对对对、我有看那一集。对，那个张斌老师也知道他的足球踢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嗯嗯嗯、他这个足球他应该是算是围棋队里的头号球星吧。嗯，不是说他是 C 罗吗？是算吗？算吧。在围棋队里他应该能起到 C 罗的作用，我觉得。嗯 嗯, 嗯。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踢的都是小场，因为踢的都是五对五的。啊，五对五。所以说这个不分什么位置。像我这个优点是体力比较好、嗯、啊，所以说呢基本上是善于跑动。对，所以说是不存在什么前锋啊后卫啊 啊, 啊多面少，对对对，多面少。因为小场你一定是攻的时候要上去，然后防守的时候一定是要回来，是这样的。嗯，从松哥这个回答这么专业就看得出来水平确实。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骄人的那种，就是一场进多少个球什么的这种啊？啊，这个我们那个进球可能会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可能不太容易记得住。像古力这个这样的，一场进个五个、七个，甚至八个、十个都是有可能的。是吗？啊、对对对，哦，那要根据对方的水平是吧、嗯？对对对。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就差不多了吧？嗯，嗯，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棋吧。对，先看一下棋。嗯。然后这盘棋果然是跟想象中一样很激烈、嗯、对这时候陈小野果然是没有下出你说的这个搬一个松木大法、啊、但是这个的话实在是有点太安逸的感觉了，如果他走在这的话、他就不是世界冠军了、对没错，他尖冲，嗯，尖冲完了之后下一手、哎、对，终于露出了他豹子头的本性啊。嗯嗯，他的意图也很简单，就是说通过这个作战我争取能抢到这个棋，省一手是吧？对，能省一手、嗯、对，就是能让这个棋呢既对作战有关系也能把这个补了。嗯，愿望是美好的。嗯，迅速就实现了。关键他好像也
也必须得踢，不踢要有跑。对，嗯，白棋现在不仅是要冲那个，要活这个，嗯，所以说他也只能踢，踢掉，嗯，不过也是开开心心的踢了，嗯，对，这样的话他的效率就他就会比单踢要好一些，嗯，这样最起码就是让白棋也有一个牵制，对，嗯。现在他心里头有踏实了，这都是空了，嗯，心里头很舒服。当然味道还是很怪的，对，嗯、就是还是要防一点，还是要防。嗯，就比如说白棋，刚才我们看，如果白棋车其实这点一个，哦，就有关系，跟长眼有关系，嗯、对，嗯、这很肯定还是有很多味道，但暂时可以先算是空。嗯，白棋的这个，嗯，嗯，然后。从这个可以看到他这几招棋其实就是虚晃一枪，就是为了为了提，对、嗯、因为确实因为这个扳了力，刚才说了这个打劫就是几乎等于进活，那这个三四十目棋还是够大的、嗯啊、对，我们得棋友回忆一下、嗯、扳了力的话黑棋是要把这个扳死的，并不是让你下场打劫、嗯、现对现在黑棋可以扳这个，对，断的时候把黑棋就点，对，因为他这里都很厚了，就强杀，对，暂时没什么棋，嗯，那他走到这儿其实一棋也挺有意思的啊、嗯、他直接就是枪头一转，我这个意图其实、嗯、就是我现在先实地了，那我赶紧把你打打散吧，嗯，让你别那么大，呼应这里吧、嗯、也是，嗯，跳起来震，对，白棋一震黑棋都不敢跑了，暂时没跑，嗯，因为他觉得这个阵也是，哎，他没有阵这个，他跳出来的，啊、直接跳出来。嗯，怎么样？你觉得这个？这有点乱。对啊，我要与其这样，我特别想能不能连上啊？对，黑棋先最好的肯定是能。对啊，我这个哎，连一连。对，看着飘飘的，我就连上。这个棋怎么在这儿？别说这个题可以考虑，但是黑的白的一定还是要跳断，你不觉得？然后顶断我是吧、嗯？但你这样你再跳会不会便宜一点？不知道。那我就被你一手吃了。对，这样你就死干净了。嗯。虽然是目数来说，你可能是得到一些。嗯。就是作为白棋来说，肯定是不会让你轻易连上的。嗯，对。嗯、这个好坏难讲哈、啊。他跳了，实在是。嗯，反正我们之前的判断也是黑棋肯定要稍稍苦一些哈，嗯嗯，然后他跳把这个跳出来、嗯、白棋走了个这个，哦，这步棋确实瞄着那儿吗？没有啊，他就是单纯的他觉得他这两个子嗯就是不太好跑了，那他如果不走的话，他觉得被黑棋过来这中间又会很大，嗯，那我不能够想点什么反击的手段吗？对，他其实第一感肯定是穿出来，对，是找个地方穿，我觉得对、嗯、第一感肯定在这儿，嗯，但之前也说李诗诗下的棋几乎不好的揣测哈，不走寻常路，反正我跟他下的时候我都是想不到的，我想半天之后他都是下在别的地方，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呢、嗯、他这个他这个那效果大家都看见他很厉害要以成绩说话了、对对，以成绩说话、嗯、好吧，那现在他这样了，他就走了这个，然后黑棋这个，哎，我觉得这样两招交换似乎黑棋还可以啊，就是我哪都有点，这哪都有点紫，我好像这边也有点头绪，这边也有点头绪，对，从紫的用处来讲好像是黑棋这个用处大一些，对呀、啊、你这边是不是现在因为这个首先你没连上、嗯、一个我这个尖飞还能把你弄断，嗯，说一个我这边有可能跑出来的时候这个紫有点接应，嗯，我就这样想的，我是不是就要跑啊，但是这个棋他马上他又挖到这儿去了哎呀，东一榔头，这是什么啊，我如果吃但是这个联系是在什么地方也还是没看出来，就是说如果黑棋吃白棋就 吃包子吗、嗯、是这样吗，不，这个应该是黑棋不能容忍的，然后再一扳是吧，嗯，对，嗯，这个顶不住，这个再被打完再一连扳、哦、这个昏了是吧，直接就要收子了，我感觉就快 嗯黑棋一定是单长的吧，就是本身的、哦、骂的时候、啊、然后那莫非这个飞是跟这个有作战有关系，计算这么深远，我也得虎啊，嗯，冲啊，对，我先冲啊，
拐，这样黑的三气，然后你是加这个是吧？加不住啊。加不住，加得住，本身是加住，你可以团。啊、哦，好奇。我估计李氏是这么想，他这个走将他这在动这个。暴动。嗯，这个他一定是有这个计算的，我觉得。嗯，这个像。这个看着好像黑棋危险，因为黑棋必须要团这个嘛。嗯。那等于白棋先手非常多这个地方。嗯。好像再配合我们刚才这个冲断了先手，应该是不行。对啊。嗯。我觉得这样像李世石的棋。对他这个。就这样想。要不然他为什么非下来挖这个？他直接挖肯定是不行嘛。嗯。啊，这是有连贯的，肯定是。是是是、啊，没错，这样你就看懂了。这样看懂了他这个飞的意图了。对，他一挖。啊，陈小姐也很机灵啊。嗯。知道你这一挖啊，那我也先不动了、啊。对呀、啊，你不能中计呀、啊，靠。对，这样的话他也是说，陈小姐意思是，那你这两个是损的，我要先体现你这两个损。嗯。对我那边我就先不动了、嗯，反正我这跳了一下，几乎也不亏。对。嗯，这下子可以。对你下一步你出在这儿嘛，你本来跳在这儿，我几乎也不会剩，甚至有可能还便宜一点点，嗯嗯，所以他也不走了，嗯，没错。然后他对长粘上跳过来，跳，他意不在此，不是要吃这一点儿。对，但是这个黑棋是可以跑出去的，他就是这他吃是吃不掉，嗯。然后他再回来。这个他必须得回来，再不回来他一沾上白棋要出问题了啊！那这便宜吗？这我挖沾先手，我把这个靠出去，留了一个头啊！留这个头没关系，他觉得你都是长在我这个后势上，嗯，啊、而且他这两个字很轻，他还是被白棋控制啊、嗯！他觉得，他点了一下，啊，没有，他直接先点，对，然后白棋那个长死了、嗯，达成了一种妥协，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说实话双方心里头都没把握，嗯，对，李世石也不敢贸然的说是这个就敢沾上，对啊，这在被一出来的时候挖沾一靠出来，对，嗯，及时回头了，他就是觉得好像收获也还可以，够挖沾，果然是挖沾，吃再回靠，对，哎，这个地方有点意思了。你觉得次序是吧？没有，这个地方他怎么就选择了尖？他这个点难道不能成立吗？嗯，你是计算在哪个地方啊？我们对啊，我们刚才这个不，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计算。嗯，就这个图吗？点，嗯。对，我就冲是你的啊，对。然后呢？我就这样。我冲啊，这非常简单，明白？对啊，我就度过嘛。我这点到一下我不就活了吗？对，如果先前有这个交换就等于活掉了啊，那确实啊，他点难道是点进来不便宜吗？不可能吧，跟他实战的这个也难说哈。他没有太理解他这个意图，要么就是他觉得形势很好，他实战倒是中间有一点点借用弄出一点东西了，嗯，或者是你先搬一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个形势好，不他先搬立一下嘛，总不会了，对 啊, 对啊，因为以防黑棋他损伤黑棋能打劫嘛，嗯，他先搬立一下，搬立肯定是像这样，像这样，对，然后他再点这个门就没变了，那能点到，对，而且这黑棋还麻呀，这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这边的借用味道依然很怪，而且我这爬还是绝先将了，这没看太懂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不点了？对，好像没有变化。嗯。嗯对啊，没有任何可能看错的地方。嗯。这因为一段点着一段就特别简单就活了。嗯。对，他没有搬，他把这个小尖掉了。对，我知道。他稍稍的有一些意外哈。他直接就添了一搬粘，嗯，就是没太看太懂啊。有一种赢飞了的架势。这种手段我觉得李世石不应该看不见，哦，那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没问题的，只是就是选择了他可能觉得没必要，黑棋把这个开始骚扰他一下，嗯，然后他这一什么一吃，然后他来动这个很有意思，嗯，哦，先把那里走完了是吧，嗯，
看看他是穿了一个。现在啊。嗯。哎，嗯，这有齐吗？但是实际上这么看一下，他就是救回来一点点。从哪地方出齐啊？对啊，这不是都没用吗？这进来这都是死的呀，这什么意思？哎，不是啊，哦，是，他可以把这个冲回来呀，把这个跑了一点，他有个几吗？没有几。计算还是很精确啊。这样等于是他就把这个先手粘出来了。啊，他从这个地方收获到一点东西。嗯。哎，那刚才敢不敢回头的时候，我先那个。先吃一下呢，肯定是不敢吧，这样能吃出来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呀。好像吃不出来，这威虎啊没啥悬念啊，对，跟那边杀是吗？不行，气太紧了，对，没气，对，不行，嗯，不行，对，这个地方要注意，对，看似是能跑出来，哎，扑呢，其实一扑没用，黑棋可以长假的，对，嗯、你要是扑能成，你就出来了，对啊、黑棋挡不住你了。嗯，假棋这是，假的假的，嗯。所以他是先粘，先粘的话，黑棋是不能虎的。嗯，对，黑棋不能虎，黑棋虎。那不是有一挡就那个了吗？哎，没有。啊，对，就先挡就行了。你不是你本来要靠冲了粘嘛？对呀、啊。先冲了粘不行了呀，冲了粘我一粘，你这张啊对，对。所以他先粘这个，对对对。正好，刚刚好。对，刚刚好。嗯。黑棋只能粘这个。嗯，逃出去了。对，逃出去。而且是可以把这个都挤掉啊。是先手吗？哦，不是先手。但是这样还是这个问题，他当初单点不妨碍这个。对。单点。对。除非黑子能肯先缩很多，不然的话，黑棋如果先在这儿的话，将来这个手段还是有。对，一样。对。不影响。那不等于他亏手棋吗？他在这儿本来是连着的，现在你这个吊着。这还是没看明白。嗯，差一点点。对，这为什么不使这招点？嗯，差一点点，是，没错。129，这样黑白棋先生跑回来一点点。对。但这个地方稍微损了一点。这边撞厚了哈、啊嗯。然后小尖。在这儿。嗯。估计他判断这样应该够。看这个块是白的空的。按块来说。对，这两块虽然没点目，但是好像。只看一下，嗯、应该关键这个地方被卡的，好像黑棋是有点惨了、哦。因为这一块感觉比这块已经小的不会太多了。嗯，这而且这个效率明显高啊。对，这一块比这块能大很多。对。嗯。黑棋就得开始使出一点意外手段了。嗯、在这个挡，再一扳。扳。强硬啊。嗯，这个也。你很厉害，就是一旦因为这个三个字如果拉出来的话，那也不是闹着玩的。这中间这个白的太薄了，嗯，甚至会不会直接死了都有可能。对，如果这个背出来，就好像有点这个，这肯定要颠覆的感觉。嗯，那李世石也很清楚。嗯，直接，哇，直接全杀，对。这太豪迈了，因为你也不好走了呀，你走别的反而被人打下去了，等于他现在就是说彻底把这手棋省了，直接闷在这儿，对，就有一种拿来的就是都是我的那种感觉啊。那这黑棋也没选择，对，大家就在此一举吧，成败在此一举了。打完了一针，那白棋杀。对这种棋，松哥，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把握怎么样？我觉得跟时间关系很大、哦、啊。我不知道他们俩下这用时什么情况。嗯。但估计是李世石时间少。嗯，因为李世石棋还是比较下的挺慢的。是吗？可是我觉得陈耀烨也不快吧。嗯，那陈耀烨基本上横读秒的时候偏少，我觉得。嗯。而且李世石几乎是盘盘读秒啊、嗯。哦。哦，我是不是因为他老下谷里那个十分棋下的？啊，没有，他是这样，他因为李世石他布局相对来说是他一个弱项，嗯，所以他每次布局每盘棋的布局会花大量的时间，哦、对对对、哦，
相对来说到了中盘之后你觉得很复杂的地方他经常会下得很快，他是这样简明，对，他是这样一个下棋的一个特点。嗯，这挺有意思的。对，在布局的时候很多，其实现在很多年轻棋手都会觉得布局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对呀，而且我看他们都是常常拿一个套路出来，就那样一下，然后对一个大型的套路之后可能四五十手五六十手就弄出去了。对，然后大家就比后面了，就进入后半盘。对，年轻棋手现在后半盘很厉害。嗯，但李世石他很注重他的布局。嗯，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布局不是特别好。对，那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超一流的高手可是布局却不怎么样。这也说明是正常吧，就是说因为他在某些方面在一些局部啊，在一些作战他有一些特殊的感觉，他在某一方面的天赋特别的突出，那他必然有一些地方会稍微短一点，不然的话那他不就是不可战胜吗？对，松哥说的有道理。现在这个棋就强杀，我们看看顶住。嗯，这也没选啊，没选择。然后三三，不是，我觉得摆这个片我们可以先稍微判断一下之前的形势啊。好的，你是说在这个没跑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棋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去强杀啊？黑棋吗？对，假设这个棋它尖在这儿吧，基本上哎，对啊，尖在这儿，那我也靠，能便宜一点是一点。好啊，虎啊，糊一把，就算你糊一把，不，你会不会还是直接跑是吧？对呀，好像也有啊。对，好像靠着一下就行了。嗯，这局部本身这你只有顶，本身是发生这样的团，我说冲给冲掉，不让我干上就死了。冲下团，然后这样你糊这个，然后刚好不行，我靠这个你糊这个正好就连上了。那我猴呗。我今天使的都是没文化的，就来。好一个也，没虎是吧？相当复杂，没有贴。嗯。长啊。嗯，粘上。哦，在跟那边杀吗？好像也有个杀。这个估计贴一下，估计白棋不太行。我首先我冲了。但是你只有四棋。对啊，我首先冲了拐，给我妙一点，我跳断。这好像不是妙一点啊，这我不行啊，打吃你都可以长啊。嗯，这好像刚好是四对三，跨一气，你这能打两张吗？对，这打两张那个被你冲了。一二三，对啊，哇哦，这个冲没必要，就是都一样，这不言气。冲过来之后只有三气。嗯，厉害啊。就是说这地方可能还是达成不了共识了，已经就是黑棋怎么着都要，就是要把这个逃出来，要不然的话我那个地方的损失弥补不回来了。那白棋如果不尖呢？就我们如果判断是他不尖这个呢？那不尖就不好判断，那脚一掏这个木就不好点了。我比如说我拐一个也补了吧，那你脚上不对了。嗯，那怎么脚啊？他就是点一个点，我就挡啊。哦，你在长，我挡住吧，我先把脚挡上。这是不是贴完？他反正捞点空嘛，这地方。嗯。我不知道啊。那看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双方都妥协不了的一个状态。对。那也其实他也一定是觉得这个脚被掏了，形势。不一定好，不然他没必要撑在这儿。嗯，所以说这那看来这也不用判断了。就是他们其实都是箭在弦上，对，不得不发，靠了这个就必然了。对，这样就没办法，就弦是这样。著名的杀棋搬完一点，对。哦，如果我挡的话，你就一点。嗯，对。我这儿有眼吗？这肯定不能有，让你有眼，有眼说什么呀？嗯，没有。这个地方是个局部的手筋，如果为什么不能先点？先点如果再搬，会有这个变化。这黑棋可以搬这个。嗯。
你如果断，对，那我就只要断到一下先生，我这一般一跳我就活了。对，这好像是著名的，已经算你啊，算你这样了，对，是。所以说这个次序一定是杀棋的时候一定是先搬先搬再点，嗯，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嗯，然后黑棋，对。那如果这样说的话，这黑棋也不好活，这一爬。嗯。点，嗯，接上，他接。如果白啊，对呀、啊，这好像有点，嗯。嗯，黑棋白棋现在不能走，不能补这个。对，我一长，嗯。对，然后这一挡。再一团。这个团是先生。对。等于是有这个团，这已经杀不掉了。那看着这个形状已经不是特别好活。啊，不是，已经不是特别好杀了。嗯，现在这样，那我如果吃呢？那我就拼死把这个眼如果给你弄掉，那是怎么出棋呢？搬了连搬也是一个基本手型。搬了连搬，我粘。那我就点。我粘。你还能，你好像还能加，还能接着蹭。我，我就这个是吧？对。对呀，我就这个。你这个是先生，没啥用。不行，蹭不住。嗯，这是假气，这冲漏了。哦，这气有关系啊。这不行。那就不行了，我如果断的话，你一跳是吧？对，那我就五气被四气，我就快一气了。那这个还挺简明的嘛，这不行。这时候已经其实，那就李世石他这个地方也有点草率。你说他杀棋的这个决定啊，他没给自己留后路。他这个棋算好像，那估计是读秒了，看来。啊、哦。要不然这地方其实不难，像这个粘好像看起来已经有点难了。现在啊。他如果看到了这个图，当初我觉得他无论如何不会选择了。对他，起码就算空差一点，他哪怕让你活脚，他也不至于这样。嗯。对，这个已经不好收场了，主要是。嗯。看看他怎么走吧。啊、他把这个爬上来了，他再去。他还在杀呢，他没有放弃啊。那不能放弃、啊，他要放弃的话，他早前就不捡这个啊。嗯。现在是没啥放弃了。那也给我们展现一下世界级的杀力。嗯、这个虎展现了呀。哇，这是什么？嗯，这个是展现杀力的一步。啊，所以他刚才这儿是有道理的，跟这个虎是有关联。跟哪儿关联啊？跟这个虎有关联。如果你走这儿，你就不能虎了。走了虎，那我这个猴是等于是先生。哦，差一气、啊。对。嗯。差了很多啊，这个地方不是差一气的问题。不，就是你打完了之后。对，我直接就打进来了，你的眼就没了啊。嗯。所以说他这个是关联，他要走在这儿，这个虎才有可能会成立。对，而且他想让你这个不是没眼吗？嗯，是吧？对，他这个虎等于是没办法，他不虎已经不行了。嗯、然后实在是粘上。粘上这个，哎，他为什么不打掉呢？他不打好啊，打掉再粘。哦、单立。对啊、哦，你现在断的话，黑棋是单立的。对对对对对。嗯、打掉的话，黑棋就杀不过白棋了。对对对对对对。他单粘，然后粘上。那等于现在又杀到这边来了，嗯，蔓延到了这边，粘。杀得很过瘾啊。对啊、嗯、跳体现他们计算力的时候来了，我感觉杀不掉了，这一粘上这还怎么杀、啊、粘上只有这个，我还要给你先粘上。那我这个靠呢，这我不小尖是先手吗？对，大姐啊，跟我一靠已经受不了场了、哎、好喝了。但是这个地方我就有一点没看懂。嗯，那他为什么不跳这个呢？这实战莫非出现什么误算了？那跳这个不是很简明吗？跳这个吗？看一下啊。嗯，给你半个眼。给我半个眼，你还怎么杀我啊？我这个挡是先手的话，我走这个。这个挡是肯定不能让你先呀、啊。嗯，我走这个。没用啊。哦，你打下面。对啊，我打下面，我不是活的吗？我再看看。
我端不进来。不，你走这个，我直接给你爬了，我不挂吃。我就挡一个是权利嘛，你这可以先靠一下，我提一个，但没意义。然后勾一个，勾一个，就看这里啊。你走，我就挂吃，真是不行啊。对呀、啊，我这样，我如果走这个，你提我断，你打死我了。对、这好像没有变化呀。对呀、哦，有点有变化了。你跳这个的话，哎，我不粘这下，他要冲嘛？他是不是要冲？不是啊，松哥，我不粘这下，我干嘛要把你这两下粘掉？我这样，然后我再走的段。那也不对啊，你不粘这下，你靠得到那一下吗？这下吗？对啊，你靠不到啊，你不用哎，不对，你去就是有关系啊。你如果单挡那个，我不是可以吃在这儿补吗？那也不影响啊，你不照样撞气吗？啊，对吧、啊、我把这断完之后这里照样断你啊。那我能站直在这补还不行，你靠，那有一万你定是活了、不行，还是挺有必然性的。那还是挺有必然，只有跳在这儿，不能给这半个眼。对，然后他就粘上。那就等于杀不掉了。那你尖，一靠，这不就，只剩下一个杀气的可能性。局部肯定是白棋，就是对白棋是没法进火了已经。最后以这个状况，真的是什么都能发生啊！只好退吧。哎，他先活了自己走两下，他先那个挤这个，挤这个。扑，打掉，然后就推到这，然后就结束了。真的。就结束了。对。那看白棋是一气、两气、三气、四气、五气、六气、七气。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确实是结束，就是正好是黑棋先手劫。哦，就是你说打这个劫的时候是吗？对啊，你看嘛，白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但这个六的时候是提劫嘛？对对对。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啊，那就是先手劫嘛。哦，就等于是黑棋这还差两气，白棋这已经被提了的时候，就等于是全盘白棋不可能有劫，没有本事，因为白棋是紧气的，黑棋是有可能有本身劫的。比如说你把这棋撞，黑棋这扑就有可能是本身劫。我想我们还是把它摆出来吧，可能有的棋友不是很明白，我们把它一气一气的摆上。我比如吃，你就收。你收。吃。收。对，注意这个棋不能先提，先提亏个劫财。对，要从外面。先收气。哎，怎么不对啊？你是不是收少了一个？刚才该谁啊？该白的，刚才该白的，对对对对，你先收了，对对对，等于现在轮我，轮白的，白的现在一走这个，黑的一踢，起就，啊，对，竟然是这样，这不可能有劫，因为黑棋把白棋控全掏了之后，把白棋吃了就，对，全盘不可能找得到这么大的劫，就差不多要这个劫才要超过八十目，接近差不多八十目到一百目的劫才行，对，那不可能有。竟然是这样啊！我觉得太意外了。白棋自己选择了一个，就是比较就是这个靠主哈，相对来说，我以为他80%了呢，就是计算看得清楚。估计他是读秒。看这杀棋还是很难杀。对。嗯。从这两盘棋来看的话，还是最近这一年来比较强势的。中国棋手继续强势啊！没错。面对韩国最顶比较顶尖的两个棋手李世石和崔振汉。今天是双杀哈。我们讲了两盘这个中韩战，挺好的。看来这个那古不是古里这个，我感觉又要看好古里了。那本来也得看好古里。因为本来古里不是落后吗？三比二，二比三。这么一看，觉得古里扳着三比三的希望。对对，李世石这个状态，他这个尖这个不得而知，他为什么不点进来？对，也许这个棋点进来的话，后面这个目数他可能就没必要这么帮这么紧了。没错。当初这个点，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没看到。对呀、还是有点不理解。
这个，哎呀，其实我觉得李世石经常会在巅峰的时候把别人吃成这样，就是挺少见的。他这个点，当时很难受，这个点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把我这们边，把它摆回对，去是吧？就光看这边对吗？对对，这些就不用拿了，没事，对，这里看这你样点的，这个，对，这边都没有。对，如果黑棋走这个的话，那它比后面好的太多对，等于他现了，在走这个了呀，等他走这个，然后人家冲了对，对，加一下，只是损了一目而已嘛，是吧？他等于是走这个，对。他本来现在可以爬过，对啊，这个好太多了。这有没有三四目的出入啊？有了，他一会儿再爬你还难受。对啊，这也先对，手。如果黑棋不愿意留这个借用，那黑棋只能缩到这儿。那缩到这儿其实不解决问题，这个借用该有还是有，因为这个虎先生，他只能立在这儿，立在力这儿，立在对这儿只力，能立着。力是铁没骑。但是这个穿其实依然存在，依然还是存在，因为这个断局部还是先手。因为这个拐吃啊，拐有没有一飞。飞，啊，断飞拐在这儿就是。但是这个穿还是得让穿的，对呀，而且我实在再不济，我可能上面这也有点先对手啊，我基吧，本上穿你还是只能走，就让那他就是回说我去这嘛。个拿过，但是这样的话，我将来这个先也有可能继续获得先手的可能性。反正这个点，我觉得是目数是差了很多很多的，实际上，他实际上后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强杀跟这个地方没占够便宜，可能也有点关系。确实是。前半盘我觉得白棋还是一直不错的，从包括这打劫转换之后，一直下的还是比较流畅的。对呀，而且你看，就像后来松哥说的，这个棋既然有这么多借用，肯定是黑棋前面还是有问题的对，嘛。黑棋这个吃的越吃越吃的不小。充分，对。结果是后的。面这个地方突然间，在没有沉算，可能在读秒没有算清的情况下，突然贸然选择吃棋，有点不理智。对，这个棋一眼看上去好像觉得黑的不太好活，实际上还真但现的。在如果看到这个粘之后，就会发现，对呀，没那么简单啊。这盘棋很有意思，也是一个好像有点像突然死亡法。对，突然死本亡。来还挺看好白棋的。本来还觉得这盘棋胜负非常早，起码是，结果突然就死亡。是啊，那我们看看棋友们的一些问题吧。有啊，对，松哥很关心嘛。松哥现在在哪个围甲？不对吧？对对，我就是已经是2年没有下围甲了。如果我还下围甲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下棋了。对，我是一直代表云南队嘛，我们队就是前些年降级了。然后最近连续3年了啊，都没有冲上。对，你们是没有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吧？因为我对觉得凭对你的实力，对，这个单刀还是很强啊。对，我们去年比较可惜，去年我们是最后一轮打平了。如果是3-1获胜的话，我们队去年就能够重返围冲上甲啊。很遗憾对，哦。那反正今年就差的比较远了，只能明年再争取了。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有一个棋友说，对，他说我的自传解说很好看，希望多讲解，谢谢。不过那个确实是要需要有时间的时候才刚可以。他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女子围甲的战况？松哥，你对女子围甲有了解吗？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知道这个江苏队一直排在第一。对，没错。对，之后呢？之后我就不太清楚，但我感觉上海队应该挺强的。对，传统强队对对，因为我对女子围甲成绩不是特别了解，但我对这个女棋手的实力大概还是现在哪些女棋手比较厉害，还是你原来也是，我觉得你也是江苏队的呀。我是商界出去了呀，我在湖南有一阿波罗队呀，给我们队多打点广告吧。行，你们队现在的战况？我们队现在是第三，是暂时上排海队第是第二三。吗？我说对了是吧？对，所以你这个眼光还是很好的。因为上海队有瑞老师嘛，比较厉害。对，瑞老师，哎呀，太崇拜了，就是感觉女棋手里面太难做到了。男棋手也很难做到，这么大年纪还能，没错，征战哈，不输给年轻人。其实棋友们的问题好像问的都不太专业，我来问两个吧。松哥，因为我知道你好像，我知道你英语很厉害嘛，
啊，没有没有，很不厉不，害，称不上。我确实觉得很厉害。然后那怎么将来？我是觉得你将来是准备在就是欧洲，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发展的前景吗？还是就是有没有这个规划？暂时还没有吧，因为现在毕竟还是战斗在一线嘛，对，如果再过些年，比如说这个成绩又大幅下滑，或者是怎么样，觉得下不动就去做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年代来说，就是多掌握一门语言的话，对自己总是有好处的而且更何况现在。就是欧洲那边的围棋近些年发展的也还算比较快，因为你应该也听说了，今年刚有两个欧洲棋手成为职业棋手了，对，就是他们有没有拜在你门下？真正的是他你们们那下个9月份会来到这边训练，就吗？是我也会定期会给他们上课，对，是这样对呀，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做一个怎么应该怎么讲，国际围棋的先驱者。这个帽子给我戴的太大。我们是不是能期待一下嘛？因为我觉得英语应该就是因为棋手相对来说普遍比较弱嘛这一点，然后我觉得你肯定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就是反正在将来，尽量不要比赛下的少的情况下，更多的时间有可能会去做就这是件事情。把精力也许会，就是如果允许的时候就是往那边偏一下。那你稍微如果是了解的话，你介绍一下那边的状况吧，他们的实力，比如说可以跟我们这边的四五段差不多的有，比如说一个集团啦，还是说，或者是他们怎么样看待的这个东西？一个是他们现在因为有了一些赞助之后，以前他们为什么发展不好？其实这东西还是这样，你如果下棋就是没办法通过下棋去挣钱去生就活的生话，活，自己养活自己的话，那这个下棋只能是当做一个爱好。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些赞助之后，他们的奖金啊各方面都得到了一些提高，就是虽然说不能完全靠下棋养活自己，但是能挣到一些钱了，对就呀，是这说样子就有一部分的收入了嘛，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愿意去下棋，愿意去就全身心的投入就以前他们一般都是就是说把这个象棋，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围棋还只是一个 game，游戏，对，但现在他们逐渐的会感觉到那种职业化的那种感觉。那比如，他们最顶尖的棋手的话，就是我觉得最顶尖的棋手还是得。差不多还是得让两个子，还是至少的，就水是平方面像还你是，这样的高手让两个子，让两个子那差不我觉多得也还可以啦，这个水平五段总有啦。应该就是差不多5段6段，可以的，勉强达到我们这边业余6段的水平吧，我觉得这样是有，比如说有几位，还是说是个别？这样的棋手大概是应该不超过3位，我觉得那他们将来就会来北京训练，是这个意对，思他吗？们就是，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每9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是会每年都会派5到6个，就是他们认为是等级分靠前比较厉害的，比较，就相对来说还有希望的有棋希手望的，对，因为他们那边也可以定段嘛，对他们今年定上段的2位棋手，今年九月份都会来北京就是他们来的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训练呢？他们是这样，他们是去年来的时候，他们是自己有一个训练的地方，然后他们每天会下循环，然后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教练但我不是他们那个专门的教练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教练，然后会给他们讲解平时更多的。我呢是基本上是1个星期去一次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自己也要训练对，而且他们估计要是天天找你的话，他们也付不起这个训练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么高。就是我也没必要给他们那个每天的讲哎呀，那要这样说的话，我感觉欧洲围棋的发展应该是指日可待还是比较看好。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他们这个欧洲那边的，他们欧洲人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他们像有的棋手，那个3年能在网上下5年能在网上下3万盘棋。真的吗？对对，我说这天是他这哪！5年下的棋，是我这一辈子也下不到的数对量。呀，我已经被震惊到了。对，就他们真正喜欢上围棋之后，他们的
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嗯，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一个还是环境差，嗯，没有高手，缺乏高手，嗯，而另外一个是他们相对起步年龄还是晚了。啊，对，得慢慢来嘛。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在四岁啊，甚至三岁多可能就开始一样学习了。哦，明白。他们怎么着也是到个七八岁、八九岁啊，大一点或者在十来岁才开始接触到。嗯，对对对。当然，如果随着这个职业化的推广，他们如果现在这么实行下去，那他们以后学习的，就是孩子的年龄肯定会越来越小，我觉得，嗯，对呀，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以后除了我们中日韩之外，包括像中国台湾，再有朝鲜，嗯，哈，嗯，对吧？就除了这个东方面孔，以后多来一点，就走出亚洲嘛，啊，啊，对，以后就是能世界能就是让这个世界比赛成为真正的世界比赛，嗯，嗯，就是欧美棋手也有可能有具备冲击一下，冲击亚洲棋手的实力，对，嗯，对对对对。松哥，要是以后有一档节目，你来跟他们直接那个应该叫什么？就英文的那种怎么样啊？啊，纯英文，大家就做一档面向欧洲普及的节目吧。希望吧，希望吧。好，嗯，我们可以跟刘老板提一下哈，啊。对对对。嗯，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好像没有了。嗯。哦，有人关心一下梦梦，梦梦怎么样啊？梦梦赢了。梦梦赢了是吧？嗯，梦梦休息了两场，然后果然状态就好了。嗯，好吧。那个年纪大的棋手需要休息嘛？调整一下子啊。嗯，行，那我们今天对今天辛苦这个松哥了。嗯，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嗯，再见。嗯，下轮回答再见。再见。嗯。